最头的是鹅。我就说刚才他在那里躲着，我还以为把他抓了，搞个句号。哎呦，有蚊子！我去，看我是不是搞得太少了呀？这好快呀！吃饭就直接放开啊。小鸡没喂吧？没有。有没有小鸡啊？有啊。小鸡搞一下，小鸡。有一次。抓了羊，抓起来抓不到羊那个绒球钩。你近它一点，它都跑得很远。刚才它在那边躲起来，我还以为把它抓起来，没抓到。抓不到，它跑得太快了。感觉这个草啊，这个桶里面很凉快。哎呀，然后这个草好香啊，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很香。这里有啊，饲料。哎呀，大哥们，我把手机放下。耶，你把手机拿了，饲料都没拿呀。耶，这个小鸡是怎么吃进来的？我。来点，没钱，如果能抓得到的话，可以拿个线啊，拿个绳子绑着，搞个句号就可以了，是吧？抓不到，徐哥，就是因为抓不到嘛，搞不了，没抓他，让他抓他估计不会抓的。再来看一下那个，他都还凶巴巴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姨妈又来了吧？应该是他身上凶的很。你看大姨妈来了，话都不敢跟你说了。他说只记得那个身上有血，我说有血了，他去玩水一下都没有了，是吧？他那个血的挺快的。捉那一只。
三百斤啊，这是啥情况啊？哎呀，生火做饭呢，大哥们。去生火做饭啊，天黑了，今天回来了比较晚，回来了比较晚。哎，直接跑出来了。哎呀，这个都没血了。大哥们，我先去拿个灯，我先去拿一下灯，天黑黑的看不到。可以啦，可以啦，再高一点，这样可以看得清楚一点。行了，你外头是怎么不放点蜂巢进去？没有，我忘了。那你现在留着长蜂巢吗？你大概吹吹吹啥几月几久嘛？那不吹了，时间，你看现在都天黑了。回来的晚呐、啊，又不是说在这边了没喂。那凶什么凶啊？谁有你？哎呀，这里面确实大哥们，我先去扛一桶水，大哥们，等一下再回来，要不大哥们跟着我一起吧，去看一下那边那个河，应该会有那个鱼的，我拿小桶去扛就好，大桶抬不动。这桶是小杨从那个中国那边买回来的，一开始他说还以为是很大，买回来只有这么大的，铁的。他说这边的桶不好，质量不好，
我说我们家里的那个桶不是这边拿过来用一个吗，刚才提水的那个，我说都用了好几年了，不好好的。他说他买的那个不好，为什么不好呀？我说你看都不会看，你买错了，所以不好。你去做事吧，没事。哎呀，边跑边做事嘛，是吧？就是上面留下来的水哟。老杨太爱中国了，啥东西都是中国好。本来就爱啊，爱自己国家嘛，是吧？从小到大，人家说了，祖国是最好的，没机会看到美国货呀。哎，是挺好的，因为是小的嘛，是吧？我提的刚好，然后他喜欢拿来，然后他洗澡的时候喜欢舀那个水。舀那个水来洗的，这边有一个，他是两个一起买的，两个一起买的。哎呦，还有盖子呢，这个桶挺好的，还有盖子这边，这个盖子盖到这里的。这个盖子就是这样盖的，买的。你手机的什么片呢？谁的呀？我不懂这个，大哥。谁这两只？赶紧去，又跑出来了。谁？给我出去！谁？韩国没有。我们这边。货好多是中国的、越南的、泰国的吧，这边的货，这边的东西好多都是。哎呀，我手机怎么没电？大家们先煮个饭，煮个饭饭，煮个饭。哎，这个火咋这么猛啊？火好猛！恭喜你发财！中午狗没喂吧？中午喂了呀。羊牵出去了吗？还没牵回来。啊？还没牵回来。
怎么回事？你也敢说？不知道什么骗的咯。你不是那个螺丝要泡水里面吗？刚才叫你泡我。他会那个的，你不看到人家泡了吗？你不用赶他，晚上知道进去了。啊？赶进去了，他跑出来。这么晚了还在外面，没事不能。那些在外面的吃早要被我吃掉的。那个叫个龙鳞扣。那母鸡天天都跑出来。我说今天把它抓起来，没抓到。今天没抓到，明天抓。明天抓个吗？啊？抓到就吃掉了。那每天不都是杀鹅吗？今天没买冰块，没卡吧手机？买了呀，冰块。冰块买了，没用啊。用了，怎么用？我说没用。没用多少，好像用了两次吗？好像是。用了两次吗？上次没用，因为一开始很胖的时候太阳很大了，那时候。正好摸出麦进来了啊！洗下螺，大哥，洗一下螺丝。今天晚上吃螺，这是个刚才买回来的。好是吧？嗯，炒的肯定好吃的。
玉米没了，那个。明天去打。啊？明天去打。找谁打？姐啊。找谁打？我怎么搞过来？我说。那谁投过来？家里哥。他们没看，也可以说，哥哥家的，不知道他帮忙投一下。啊，陆都兴他们在，可以叫他们投一下，哥哥。那个姐的儿子那个。嗯，就是那个，让他们推一下。那摩托车开得好不好？好啊，可以。东升的话，我也不怎么清楚，但是安那个安路开得挺好。村长他那个儿子，给我的那个，那个开得挺好。应该有。有三袋玉米。你问一下那个。山上还有没有玉米卖？嗯，可以啊。多少钱一公斤？采过来就算了。那个蜂蜜还要是吧？哪里的呀？啊，就是上次那个哥他们一起买的那些。搞过来看看吗？哦，肯定要搞过来看啊。我明天去拍视频呢。嗯。我就是还要的话，给他们打招呼。应该过了这个月应该没有了吧，好像是。没有了就不卖了。嗯。所以我想现在存起来一点。嗯。你看看。我桶应该到了，我那个买的桶。嗯。有九个快递了，我。明天去哪？我明天去哪？嗯，他那边他底下可能有。嗯，大哥们，你们先聊一下，先聊。你等一下就问了，问那个山上玉米，好，多少钱一公斤？我们上次买的是多少啊？五千。五千一公斤。嗯。等一下我打电话。要是还是五千的话，可以搞半吨。嗯，可以。好像28袋不是吧？上次我们买的。忘了。哎，不要那么多。拿十袋，不要那么多，十袋啊，十袋差不多了，十袋到十二月份又有了，嗯，那时候一定要买那么多，哎呀，欢迎大哥们，等一下。今天晚上数一下那个鹅对不对？嗯，好，关门的时候。嗯。
他那个小的晚上那个看到他们俩。应该在的。我觉得他是因为挤。所以这个螺丝看了好多呀，哥，这个可以吃的，你看吃不完。五块钱这么便宜？你说还拿四碗呢，做这么多？拿四碗三个，轻点，轻点，我吃呀。这鱼好丑呀！欢迎大哥们来做饭啦，大哥们，大哥们吃饭了没有啊？那个割草的，哎呦，生过活了呢。啊，你说谁呀、啊？你这是谁呀、那个龙是他们的了，嗯，哎呀，太冷。
来，你的水。没有，大哥，我在搞晚饭，晚饭还没有吃。这个晚饭不是夜宵，这个晚饭不是夜宵。我晚饭都还没吃呢。
欢迎大哥们，大哥们晚上好，我们还没吃饭，还没吃饭。怎么做？我那拿来炒，拿来炒一些的，炒的有味道一点。嗯。炒着吃，炒着吃，我靠，买不了干。这个都成这样了，那个哪里烤啊？哪里烤？这个放这个了以后，拿那个放在上面，剥了可以在上面烤吧。我给你家烤的。烤肠子。嗯。我忘了。这是啥来着？嗯，这了我搞了洋葱、大蒜、小米辣，然后会放点花椒，这个火锅底料来一点。哈喽，有虫子咬我！哎呀，今天为什么都虫子？哎，虫子咬。把那个东西吃的拿去，少点虫子。赚了好多，少多了呗。嗯。
做方块的吧。嗯。搞像蚊香那个东西。哎呀，那个蚊子不知道，那个虫子不知道什么虫子咬到一下我的背还痛。嗯，哎，好多虫，烤一下肠肠，先烤一下肠肠。嗯，每天晚上这么多虫子，这段时间。这个要炭烤的才香吧，放在上面。我这上面就是炭烤的。哎呀，好久不见，我们开了快有一两个星期了，大哥。我们快开了快有两个星期了，特区哥哥，带去吗？带去。哎，烤那个锅里啊，哈。嗯。锅呀，杨芳哥买的那个铁板锅，烤那个什么。就这样哦。嗯，好多好多。嗯，欢迎大哥们。慢慢的烤起来。出事儿，小米啊。哎呦，感谢大哥的一光芒，这个叫特去吗还是怎么的，感谢大哥，谢谢，感谢大哥的一光吧，感谢大哥礼物啊。嗯，感谢大哥，好久不见大哥，十分想念。好久不见，十分想念。哎呦呦，
什么？冲冲冲！这个要拿来冲冲的。哇塞，好辣呀！这样冲着都觉得辣。我的乖乖呀，这可怎么辣呀？哎，这件衣服是你舅舅的。嗯，这个衣服是吗？我还会是弟弟的衣服。再把衣服换这个吗？那这样的蜡包我能干到。大完了，这么早的这个，这下面的很辣的这个。冲了以后很辣。嗯。冲了以后把味道都冲出来了。他那个切的没有那个葱这个葱的辣的，切的没有葱的辣，所以他说他喜欢吃辣嘛，我把他葱的话，葱辣没有多少，他都那个特别辣，你那个切的那种的话很多也感觉没有一点点葱的辣，所以我都拿来葱了，那对于我来说小意思啊，你西哥这么能吃辣吗？湖南人，你说呢？他。湖南的，你说呢？哈喽。哈喽。哦。我杀烤了嘞。不免不免俺二人米人水羊呢你水羊那个吧不一面我们长谈不我们不用完了看出来了那小孩在没在哦个他一面我就送你不免我杀口有你我没在杀口了了我是吗不免一面我我说了吗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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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我塞妹妹哈虎了。那个，那个出丑的那个，他打电话来，他说，如果明天不下雨的话，要过来。怎么是女的声音呢？嗯，本来就是女的呀。他们都是女的呀。女的、男的一起的。女男都有。明天什么时候过来？啊，明天不下雨的话，早上就过来。还要人带上去啊？啊，肯定有云云带上去啊，不然他谁带上去、啊？他怎么知道怎么那什么？这手这手怎么砍？你呀、你带上去了。不带上去怎么跟他们说话呀？感谢一西哥的鱼丸。感谢一西哥。你说是谁在那里割胶啊？你说谁在那里割胶啊？要。谁在那里割胶？
你到他们去那个再去看看。嗯。哦。那个呀，做做产品在这里工作的那个。啥也不行。你那个堂哥是靠什么生活啊？现在也不搁家。堂的那个。嗯。在割呀，在不割吗？他在割。哦。没看到他呀。哦，他那边割的，又不是在这边。在那边割。哦。就是这些以前我们进去那个车道那个。他在那边割呀，就是在这边。他就割那个他丈母娘家的东西。看看你能留住老杨，估计这手好，手好起来比较急，有事吗？嗯，意思就是我把他胃留住了，所以才留得住他，是吧？有这个原因，做饭是好吃。产品哥就是是不是这个意思？聊这个原因。意思就是我留着做他，因为我做饭好吃。一是做饭好吃，二是对我挺好的。哦，火烧这么大呀！那我有一天不做饭了，不做饭给你听的。你不做饭的干嘛呀？啊，万一啊，有一天。我说你不做饭的干嘛？嗯，谁知道啊？偷懒呢。当哪一天你不做饭了？然后呢？怎么说？就是想造反的那一天。Hello。Hello， 怎么听不到？不听，手机都快没电。你上面不刷点东西啊？刷什么东西？不用。就这样烤吗？不用，他们调料都放好了的。烤熟就行了。橡皮哥，你太了解我了吧？哦，烤熟的就是可以了。对呀、啊，是的，我真有这个想法，没真的。什么想法？所以他觉得我一天到底在想些什么呀？什么想法？没什么。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什么想法，我看一下什么想法呢？我跟你说，没什么想法。他做饭，他做饭是按我的口味做的。我喜欢吃辣椒，他就多放辣椒。Hello。Hello。哦。林妮呢？哦，林妮呢？啊，你没回去吧？天亮。打车路。哦，没喊你嘞，喊你没喊呐。哦，一面嘛蹦蹦哎，如果不上班呢，一面不能撸娃不偷了看呢，一面不要谈那些的。现在啊，有啊，没有啊？哦，弄得好不得了，不跟娘。弄得好不得了，不跟娘，没说养好呢。不面。啊，你不谈这条。
ันนี้มันอยู่บนอันตะกอนไอ้แม่มาทางคนคนหอเขาเนี่ยมาทางไฮของคนหอเขาเนี่ยเออก็ว่าแหละมื้อนึงเข้าว่านี่ว่าไอ้แม่ว่ามื้อนึงมาทางนี้แม่ว่าเออราคาตามกันหรือว่าจะได้บ่เฮาก็บ่ส่งบอกแม่นน่ะแล้วก็ไอ้แม่มาเบิ่งราคามาเบิ่งก่อนแล้วก็ลงเปิ้นราคาเหรอทางโอ้เออไอ้แม่มาแล้วก็มาเบิ่ง他他还会之前他他那个砍的那个比如那个地方不是我们这里你们还没得砍过他之前砍的别人地多少钱啊他之前砍的别人地多少钱他要看那个深不深啊他那个汉家的很深的那个那肯定很深的我们那个啊汉家的他们那个也荒地啊很深啊150万吧，他们家250万，嗯，1000块钱，不是这上面的那个，250万能把我们那个地砍了，可以啊，嗯，可以的，是不是这个价格呢？啊，是不是这个价格？哦，我问了那个汉家老婆呀。他们是250。他来看了有多少？他们和我们那个差不多吗？嗯，都是很荒，也是一样的。我说面积啊。面积的这个不清楚了，就是这上面的那个，他们去年搞的那个上次生活的那个那块，面积的不清楚。如果是250万还可以。砍了就马上找人来割。嗯。面子的我也不是再找了别人哥别再要说什么草太深了呀要说那些话找个稳当的可以长期割的欢迎大哥们别人割之前你就问一下别人能不能长期割找点靠谱的然后你问这个地跟别人说清楚跟别人出草谁出是不别人出草每人出草他们出不出那些都要问清楚事先找个靠谱的我感觉你们老挝人想找靠谱的挺难的都是事先说的挺好的感谢牛哥的关注感谢大家的关注可以吃了什么肚子饿了熟了没熟熟了没熟啊跟你说没熟我去怎么还汤汁啊他那个出来的呀嗯里面那个冒出来的应该可以吃了打不上来了你看一下 Hello 呀这小木玩意儿阿内过年了呀过年来了过年来了八九了八九了呀个都有我都有我呀那看还有你那个还来你那个还没来过呢哦还来那个蛮来呢哦真的你一面说话特带神你熟嗯这个要吃也可以啊羊胖白哦胖白哦胖白了个好汤好汤个米了什么鬼虫子胖白好汤个米了我放哪了哦胖帮忙了嘞叫我好汤个米了嘞好汤个米了那个好汤个米好汤个米帮忙
三岁了，这里你没了啊？嗯。哦哦，妈咩妈咩，还个弄个滴滴了个，伊咩话？哦，伊咩话？哦，那卡吃了，他个汤里个多弄了个汤哦，伊咩话？去话很累，他个单街他个不上海咩呐？พอมันก็ตึกแดงมันอ่ะเออเออบ้านเราล่มไหม这个味道是还可以啊这个肠新鲜的啊新鲜的可以可以味道是还可以啊不好了熟了嗯还没熟过好像没熟我说没熟你看吃的熟了在老挝好像也没吃到什么好吃的这个还可以、嗯、他们这个卖的那种不怎么新鲜卖的贵还是有道理的呀两块钱一个好长长下次他这个是长期有吗有啊下次看到了再买一个有啊他都喜欢 摆的那个地方以后、嗯、刚才我们去买那个 小米辣的、嗯、那个地方那个里面的也会有大小很大小的东西。嗯。哦。大小很大小的东西。哎呀我们的晚饭都还没吃呀我喝个水了来先喝水我们现在最近好能喝水啊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个水比泡面那个你泡的那个都好喝。桌子有一个，哎，你不行，欢迎远方哥。欢迎远方哥。看一下我烤的肠是吧？挺好吃的，老挝这个肠。说实话，真的挺好吃的。他那个都糊了里面调料对我刚才那个那个放的那个太那个他烤着烤着还烤出汁来了是吧黑不溜秋的、嗯、烤到这上面了以后想起来那个锅了、嗯、如果刚开始烤想起那个锅的话早就熟了没有我以为你是直接放火上烤的它是猪肉吧应该是猪肉很新鲜的猪肉是不是好地方的猪肉就不知道好坏但是不知道但是只知道猪肉但是味道还可以啊这玩意看着好像羊蛋蛋的羊蛋蛋有点小嘛他们这个肠做的小它只有那么长是吧不像我们国内做的肠那么大一个大了贵啊它里面的东西是真材实料
舒服。两块钱一个，五千一个嘛，应该是两块钱的吧。我感觉挺贵的。嗯，一公斤的话，他说15万来的，好像是15万一公斤，按公斤的。这拿过来说有点小贵的感觉。嗯，本来就是。嗯，来，你不是要种吗？来，明天种啊。今天都累死了。辛苦了，辛苦了，跑那么久。我的感觉跑去市场的感觉很累，不用等。早上7点钟往外面跑。跑了两趟哈，今天。嗯。晚上睡好多。哎，你昨天晚上睡得挺早的吧？好像是吧？嗯，反正路不好走，疼，那个疼疼疼的，把头都搞痛了。骑个那个摩托车减震又不好，一点一小坑就有点疼，减震避震太差了。我哥不知不觉今天一天都挣了30万呢，还挣了30万呢，我看他高兴。30万不多。哦，这么多，那因为是自己开的摩托车过去的呀。哦，自己开摩托车过去的，又不是那个。哦，算多了，楼这边1030万，能挣到30万是吧？哦，好热啊。那你哥愿意搞不？他我刚才跟他说了。愿意搞了以后跟我两个人一起。啊、哦，跟他说呀，你应该要愿意的。愿意搞了以后跟我一起送啊。真的，他应该会愿意的。一次带个10瓶，可能以后10瓶都带不到。哦，10瓶就10瓶的，自己带就好了呀。一次带个10瓶，你可以带了放那边去啊。哦。带了放那边放呗。可以啊，他会去的。那种有那个的话，肯定会去的。以前能挣那么多吧，是吧？他以后又不干嘛，直接开摩托车到那个地方。送过东西，带的越少越亏，带的越多越挣，这个就是。如果是我也愿意的。愿意鬼，愿意跑几次你看一下。嗯，我愿意真的。你摩托车你开几次你看。比其他的还要轻松。轻松。嗯、比你天天在那里干活的站个一天还轻松吧？是吧？你去开着试一下。哎，我去过了，我以前我就不是没开过，我去。就走来了。